欢迎各位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，我是胡服骑射。今天给大家呢花一点时间做这一款山狮 96B 变形坦克机甲。它的话呢是一款原创，是原创 IP 了啊，并不是 KO 啊或者是放大这一类的玩具。那以人形状态来说的话呢，我个人觉得有两点是我个人比较不是那么满意的。第一个是它这个头雕，其实它这个头雕我个人觉得设计上啊，你头上有一个这个头冠，那有一点像是凯传里头的人物吧，然后有一点武将风格，但是实际上面雕做的又是太过扁平，这个口罩似乎跟这个头盔我觉得好像搭不太起来啊。反正总而言之呢，言而总之呢，头雕不是很戳中我的口味了啊。再来是他身上的话呢，有一些地方做旧呢没有做到啊，特别是这种浅蓝色的塑胶的部分啊，用的还不算少，但是你没有把它旧化到，我就觉得稍微有点可惜了。那么在这个黄色的部分呢，就是这种沙漠色的这个部分，涂装的话呢就比较 OK。那我们先看一下，它这把是一个长枪。那我就觉得这个造型其实也有点意思啊，我个人觉得说呢啊，有人会说为什么你都已经变形机器人了，为什么要拿这种武器？其实你有一个盾，还有一把枪，或者要一个矛的话呢，那你想想看，这个变为什么要变形成机器人呢？就是因为我们要打肉搏战嘛。那远程攻击的时候它就变成坦克，近距离要搏杀的时候呢，当然就变成机器人了啊。所以需要有一把长枪跟一个盾牌，我觉得这个设计是合理。当然我没有去看过他们当初设计的想法是不是这样，但是以我来想的话，我是完全可以认同的啦。然后这是它的一个炮塔的部分，内部的话啊，整个是空的，当盾牌还可以啊，就扣在上面就行了。然后呢，如果说你这个武器的话，它这个武器呢一共是可以分成三节，可以分成三节，这个地方收进去啊，这个空洞把它给收进去，然后可以组合成一个炮塔。那么它的这个另外这个武器怎么个收呢？其实你是可以放这样，另外一把的话呢应该是直接就是把它给锁扣上去，就让它不要掉下来就行了，然后你就可以把它扣在后面，好吧。作为一个坦克变形的装甲，身上吊根炮管下来也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啊，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。那么人形的可动呢算得上是比较好，至少是中上，球形关节，手臂这里是完全可以平举啊，变形的时候有需要把它平举的。然后360度的转动，二头肌可以转动，然后手肘的话也是可以弯到大概90度，手腕可以转动啊，四指可以握起来，然后腰的话可以旋转，这个裙甲的话呢变形的时候需要翻起来，脚前后左右踢，支撑力度往前后还可以，侧边更好，侧边的支持度其实更好，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弹性是相当可以的。外摆内收，我手上这一款这边的外摆内收感觉有点偏松，膝盖呢它是齿轮关节，但是它是不会发出，它是咬合的那一种。然后这里有一个锁扣啊，记得把它给扣上，膝盖这个地方这个装甲才不会跑掉。然后脚的话有一定的一个接地性，它的一个脚后跟啊这一块部件啊是可以约略做一个调整的，所以它这个脚的站立性还算可以，还算可以。然后胸甲的话就这个好像是什么，就什么殷商时期，就是那古代的那种文物发掘出来的那种感觉啊。我觉得就是这个有些地方涂装旧装旧做旧没有做上去，比较可惜。那人形的尺寸的话也是很大，分量感的话呢其实可能比你想象中要稍微轻一点，它其实里头还是蛮空的，但是因为它的涂装还有这个沙漠色的部分看上去有点厚实的感觉，所以你才会有这种错觉啊。那呢调整一下机位的话，我们就来变形这一款这个山狮的一个变形过程。首先的话呢手的话呢从这个地方履带转到同一个方向就可以了啊，然后这个部分把它往上面戳上来，这个地方把它做一个结合，这里的话呢也是一样的啊，转过来，然后呢从这个地方将它给扣上，那这个都是靠着二头肌的一个转动了啊，然后呢整个的这个手臂啊就往上面推上来，推上来之后啊，我的建议啊是把这个手掌的话呢是转成这个方向啊，可能会到时候一个合并上会比较简单一点点，然后到时先准备到这个方向，然后呢裙甲整个翻上来，腰部的话呢给大家翻转180度，然后这个裙甲翻的时候呢角度是平行的啊，不要翻得太上或太下啊，基本上都可能会把这个裙甲给碰掉。然后呢它的这个背包打开之后啊，它的这个是上面下面各有这个包覆的这个装甲，是这样分出去。
分离之后的话呢，先结合上半部位好了，两侧朝中间做一个集中，集中之后的话呢，两侧啊这里有一个咬合的这个卡扣啊，把它给咬上去，再来把这个两侧呢这两个部件都给翻出来，然后呢除了它们两个字体结合之外，还要跟这个地方啊做一个结合，都是蛮简单的啊，这并不复杂，并不复杂，我们就把它给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密合，它的变形算是很容易啊，大概就是孩之宝官方有时候 Deluxe 等级差不多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变形的一个难度啊。好，整个的一个车子的一个尾巴就算变形完成了啊。然后的话呢，这个脚的话呢，我的建议啊，先把脚后跟从这个地方整个搓上来，然后能从这个地方有一个结合卡扣啊，利用这里的双动关节再次的把它给扣上去，要记得紧紧的把它给扣进去。然后呢，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结合卡扣，也是一样调整一下，把这个凸啊，凸是要在外侧，然后这个两个凸是在内侧，然后从这个地方稍微盖一下。然后呢，原本在人物小腿内侧的装甲，这个时候把它翻到外面来，翻到外侧。然后翻到外侧之后的话呢，是这里有一个结合卡扣在这里，好，这个地方把它给扣上去，以及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给利用这个部分有一个连接的一个关节，把它给搓到外面来，然后呢到时候是包覆住，上面是有一个卡扣的，那最后再跟这一块整个做大结合就可以了。那么另外一侧的变形方式呢也是一样的啊，就可以把它给放到桌上啊，这样我比较省力一点点，然后呢利用这个双动关节把它往下搓下来，你会比较省力啊。这里也是一样的啊，记得扣的时候是这样的，咔的一声啊，整个这变形就算卡住了。这个部件翻出来，折叠一层，这里翻出来，折过来，主要是把这个凸跟然后扣下去，然后从侧边这里拉开来，到上面这里进行一个包覆，到这边大概是这样子啊。然后内侧你这样想，你看到这里有两个倒钩，还有这里有两个倒钩，那它的内部其实还有一片，记得也翻出来，整个的往前面压下去。那我个人的习惯的话是先把这个地方，这里吧，看到没有，这个地方先把它给咬合咬进去，两侧都咬进去，这片可以往下压，两侧都咬进去，里面大概基本上吧 80-90% 的状况下都会全部卡到定位啊。好，全部都卡上去了啊。那最后就是只剩下我们把这个炮台，你看一下，哈哈，基本也是有个很不错的滚动性的，再把这个炮塔给安置上去，我们这一款山狮的一个坦克的一个形态呢就完成它所有的变形了啊。但是呢这一根炮塔炮这一管炮的话呢其实是不需要用到这么长的，也就是说呢如果你不需要这么，如果你觉得武器太长了造成困扰的话呢，你就是把这一节给拿掉，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不需要装到三节吧，两节应该是很够了啊，三节通常有一节都是来聊天啊，平常是应该是这个样子啊。好吧，那这个就是对聊天嘛，你看两节的炮管是不是感觉比较好看，那么它的滚动性你可以给各位测试一下，还算可以啊，还是可以推得动的。那当然履带就不是真的履带了，就不可能，不要奢望这个地方松开了把它扣好。然后底部的话就是一个人，甚至你可以说是一个，因为这个配色的关系好像是一个兵马俑一样的一个感觉啊，一个 OK 有历经沧桑的，可能当时这个不是赵国不能打，奈何秦军有高达吧，这个大家就当是秦军的坦克吧。行，然后上方的这个部分有一个小炮小的机关枪，这个地方可以把它扣紧一点，然后近距离给各位看一下，其实坦克才是它的主要的一个卖点了啊，就旧化部分有的没有，当然还是有一些塑胶是没有做到，主要它的一个旧化还是用在这种沙漠色的这种装甲上面啊。炮塔转动应该说它是一个可以变形成机器人的一个坦克，是军武的一个玩具，你这样想可能是比较 OK 的啊，就不要想它的机器人变坦克啊，应该是说它的坦克变成机器人，这样分数应该就加了不少了，那变形也是比较简单的啊，那适合给像我们这种懒人啊，或者是给小朋友吧，应该都还是没什么问题。那就进行到这边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